哈喽大家好，说到吴宣仪，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吧。继他剪头发的事件之后，吴宣仪和周杰琼一起来舞台上展现泼墨舞台，不得不说这独特的风格还是很少见的。吴宣仪在爆裂舞台上的现场演唱歌曲，用剪头发的方式表现歌曲的悲伤之情，不过这突如其来的剪头发还是吓倒了不少人。算是一位舞台迷惑性的代表人物吧，不同的舞台风格时而安静时而动感十足，真是妥妥的符合了他火星人的气质。追光吧哥哥杜淳也是凭借自己独特的舞姿干火了一把，但不得不说这油腻的顶胯舞真是太辣眼睛了，杜淳的妻子都直言让杜淳不要再跳舞了。你慌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You know you really